我干了。爆旋陀螺世界杯总决赛进入最后白热化之战，在第一局对战，首先胜出的队伍就是我们的破星者队，已经不可以再有差池，怎么办呢？钢铁银河队，你没事啊嘛，正宗。可恶，刚才究竟发生什么事？我不可以输，不可以的，我一定不可以输的，如果输了托比就会死的。托比，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在这场这么重要的比赛，我竟然不要紧啊，正宗，我们还没绝望的嘛，下一局银河一定会打赢他们的，是不是银河？没错啊，包在我身上，我会打赢他们，我一定会保住大家成为世界第一的希望。银河，靠晒你啦！只要你赢到第二局，咁第三局就由我嚟。正宗，好啊，正宗啊！你咁嘅状态根本就冇可能再比赛。第二局对战，就算银河赢咗，都系一胜一负。但系跟住嗰局，都由我嚟啦。吓，银河，呢个情况我哋一早预咗。当有需要打到第三局嗰阵时，正宗同我是但一个就要比赛两次，冇咩大不了啫。但系你要单独应付杰克同埋达美安，包喺我身上啦。我哋咁辛苦先至嚟到呢一度，无论要打场几艰辛嘅陀螺对战，我都绝对唔会逃避噶。我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刻为止。杰古拉特。我赢咗啦！我赢咗国谷正宗啊！你要照约定，我会继续为托比治疗。哦，你已经完成咗本身嘅职责，所以托比嘅病我会负上全责。我应承你一定会医翻好佢。系咪真噶？而家你可以放心好好咁休息啦，好快你就可以同焕然一新嘅托比见面。啊，太好啦！不过。我讲嘅焕然一新同你谂嘅有好大分别。好啦，跟住我哋要进行下一局对战。杰克，系时候去准备。嗯？总决赛对战系块最佳嘅画布。而家我嘅灵感就好似气球咁，随住我嘅情绪高涨越嚟越澎湃。你系唔系因为要喺最高级嘅舞台表演而兴奋啊？系，博士，好似就嚟要爆咁。好期待你的表演。是，我会俾你欣赏一幅出色的作品。你看下，蔚蓝的天空同属于你的胜利舞台好相衬。是美丽的蓝色，不过蓝色其实分好多种，有湖水蓝、海洋蓝、宝石蓝，可以话是数之不尽。这个云好难睇，是深白色的，是种毫无美感的冰冷白色。充满危险的剧动，大爆发爆旋陀螺世界杯总决赛第二局对战即将开始啦！破星者队如果赢咗呢一局就可以胜出，美国代表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嘅队伍。另一方面，钢铁银河队赢咗就系一胜一负，要打赢杰克选手同达美安选手先可以得到冠军。钢铁银河队冇第三个陀螺手，究竟会带嚟点样嘅影响呢？就算嚟紧呢局对战赢咗，极度不利嘅形势始终都系冇变。不过唔使气馁，因为我哋相信日本代表队嘅毅力，日本代表队一定要坚持落去，俾大家睇下你哋系点样反败为胜啦！冇错啊，冇输啊，钢铁银河队 ！U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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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选手。日本代表钢铁银河队由最强嘅钢银河选手迎接。银河，靠晒你啦。好啦，就交俾我啦。呢局对战我绝对唔可以输。我都明白，他们的实力强到完全想象不到，但是我都一定要赢，就算要我连打两局都无所谓，我要打赢他们成为世界第一。好了，我去了。
龙牙？啊，系龙牙选手啊！龙牙选手忽然之间出现喺总决赛嘅会场啊！哇！边个啊？系龙牙。阿波小姐，点解佢会喺度噶？佢嚟呢度究竟想做乜嘢？龙牙，哇！龙牙选手嚟比赛会场究竟想做乜嘢呢？唔通系想嚟破坏今次嘅世界杯？吓，系咁就大件事咯！快啲走啊！呢度唔欢迎你啊！呢场系好重要嘅总决赛嚟噶。呢种系有毒嘅白色，原来拥有新白色嘅就系龙牙你。杰克，仲记唔记得你讲过嘅嘢 ？What？不过我而家嘅陀螺仲未可以叫做完成，只要我嘅陀螺杀手孔雀完成，就随时都可以喺对战盘嘅画布上面帮你画一幅嚟自地狱嘅恐怖景象啦。我知你嗰个叫杀手孔雀嘅陀螺已经完成咗，你就俾我欣赏下由你画出嚟嘅地狱恐怖景象啦。哇！咁即系话啊，估唔到啊！龙牙选手呢个时候向杰克选手挑战，龙牙选手。都是以钢铁银河队第三名队员身份出现的。吓乜嘢话？唔系咁样都得噶嘛？得噶。龙牙唔单止冇参加过世界杯，亦都冇参加过任何国家选拔赛，即系龙牙可以出场噶。真系估佢唔到啊！日本代表钢铁银河队竟然会有个咁强嘅外援。龙牙，你点解？千祈唔好误会。我嚟呢度嘅真正目的系同过去嘅亡魂理个了断。过去嘅亡魂？捷古拉特，我要令你后悔。哼，对我嚟讲简直求之不得，估唔到你会送上门俾机会我研究你。你就俾我睇下，由陨石魔龙爆发嘅向左回转力量。日本代表钢铁银河队嘅第二局对战，由钢银河选手改为啱啱嚟到嘅龙牙选手出战。Get up, all right？No problem。你哋叫凌乱味，我对于你哋咁有趣嘅事真系非常之欢迎啊！唔好讲笑啦，嗰种人边度信得过？喂，银河啊，你真系谂住有得龙牙代理啊？你记唔记得我哋一直以嚟究竟为咗乜嘢比赛噶？到咗而家呢个咁重要嘅时刻，你竟然将一切交俾龙牙呢种大坏蛋？呢一集，同你讲都嘥气啊！系咁，嚟紧呢一个就等我出场啦。唔可以噶，正宗，你而家只手咁样，连发射器都揸唔到啦。可恶啊！银河，你真系觉得冇问题咩？呢局对战交俾佢，你唔会后悔咩？正宗，我真系好明白你嘅心情，但系龙牙对眼话俾我知，佢相当认真，我哋而家就唯有相信佢。银河。爆旋陀螺最新强者登场，超进化银河天马惊异诞生，超进化嘅六星级 R Square F 底盘威力全面升级，爆旋陀螺钢铁战魂爆，热流揭斧爆发连场激战，发射器悬挂装置表现更强。去啦，陨石波龙，起舞啦，杀手孔雀 ，Very good，Wonderful。期待嘅一样，因为你嘅力量引发出我无限嘅创作灵感。陨石魔龙，只要有你呢种高贵气质，加上美丽嘅香妆回转，绝对可以画出一幅出色嘅作品。杀手孔雀，而家向陨石魔龙使出连续攻击啊！杰克佢嘅实力真系好犀利啊！银河，呢个龙牙系咪真可以打赢佢噶？冇问题噶。陨石魔龙是个可以吸收对手旋转力的陀螺，是橡胶边轮盘的特殊能力。陨石魔龙的橡胶边轮盘
唔止可以做缓冲，仲可以吸收对手旋转力。咁样就算点样俾对方攻击，都唔会受到致命一击噶。唔单止咁样，陨石魔龙仲会将吸收翻嚟嘅旋转力转化为自己嘅旋转力。咁即系话，陨石魔龙而家表面睇系俾对方揿住嚟打，其实系等紧反击嘅机会。系得咁多咋？呢种程度嘅力量连帮我勾痕都唔够。又真系几好嘢喎！既然系咁，可以啦。喺呢个时候，杀手孔雀自己褪后咗啊！其他巨侠咪怕咗，无论点样攻击都冇办法击破嘅陨石魔龙咧。啊！呢个人做乜嘢啊？明明比紧赛，无端端喺度傻笑嘅，令人觉得好心寒啊！Sorry, Mr. 龙啊，头先我话过有你嘅陨石魔龙，就可以画出一幅出色嘅作品，请你俾我更正，应该话系最佳嘅作品至啱，冇错。而当呢一幅作品完成嗰下，就系你输俾我嘅时候。你话我会输俾你？好出奇啊！你系属于我，我要将你呢一件咁好嘅材料变成世上最伟大嘅杰作。It's show time！ 试练一剂。使出个真空刀人啊！咁样嘅话，杀手孔雀嘅旋转力就唔会俾陨石魔龙攞走。可恶，佢竟然用呢招！杀手孔雀嘅力量强到可以上开对战盘，如果中招，陨石魔龙几强都一定会玩完啦。龙牙，你系咪好惊？系嘅话就唔好死顶，快啲舍弃你不可一世嘅江湖同霸气，然后经皇室草木四围逃避啦！你话要四围逃避？陨石魔龙居然避都唔避，佢主动承受杀手孔雀嘅所有攻击啊！就算龙牙损伤系几强，咁做实在系太老保啦！点会咁噶？唔系啊嘛，你想自刎？因为太惊，所以想爽快咁自我了断。但系咁样一啲都唔美丽，因为我最好嘅作品仲系未完成噶。你谂住点去负翻呢一个责任啊？唔好讲笑，究竟系边个同你讲我会惊咗你啊？呢一局对战仲未分出胜负嘅，完全冇事啊！竟然可以承受咁猛烈嘅攻击 ，It's miracle！ 惊啊！真系难以置信啊！陨石魔龙系好可怕嘅陀螺。呢个出色表演不断强烈咁刺激住我嘅右脑，既然系咁，呢招又点啊？撕裂天地，杀手孔雀起舞啦！一口气将所有线条画出嚟，杀手孔雀嘅身影喺对战盘画出无数深刻嘅裂痕啦！艺术嘅石器时代已经完结咗，而家就由我杰克嚟开创一个新时代啦！所有美丽嘅优雅线条都要喺同一时间尽情咁画晒出嚟。点会咁样嘅？杀手孔雀嘅攻击力比起头先大幅度咁提升咗啊！总部长。唔通呢啲就系自古拉特俾佢嘅力量？估唔到陨石魔龙嘅实力系咁弱，我真系发梦都冇谂过龙牙会俾人揿住嚟打。龙牙选手陷入苦战啊！全世界嘅爆旋陀螺手，你哋见到嘅都唔系幻觉，系真噶！龙牙佢嗰个龙牙竟然，你喺度做乜嘢啊？陨石魔龙嘅旋转力减弱紧，再系咁落去，喂，点算啊？我哋就嚟输啦！冇问题噶，我龙牙系绝对冇可能会输，加油啊，龙牙！
而家仲差一步，我最好嘅艺术杰作就横空现世。你欣唔欣赏我呢种由颈一直落到去背脊嘅优雅曲线？你见唔见？无多而修饰，既有深度又含蓄嘅曲线。咁嘅呢只系难以置信啊！原来杰克选手喺对战盘画咗只美丽嘅孔雀。嗱，好啦，最后要做嘅就系注入灵魂。注入灵魂系眼睛，系叫做陨石魔龙嘅眼睛。而家陨石魔龙系咪已经冇晒旋转力咧？要快啲走啊！陨石魔龙系最后一击啦，必杀专技美丽死亡。陨石魔龙会成为我有生以来最出色的杰作。陨石魔龙已经没了旋转力了，冠军应该是破星者队了。求下你啊，求下你不要输啊，你要坚持住啊。看来没有希望，已经分出胜负。标题是了，被杀手孔雀封印傲慢的陨石魔龙，我最出色的杰作终于完成。无聊。打、啊！发生咩事啊？喂！哇！点解会咁神奇嘅？原本以为已经玩完嘅陨石魔龙，佢嘅旋转突然不断咁增强，急速增强，越转越快啊！呢幅就系你所讲嘅最出色杰作。系咁，你而家满足未？咩话？唔通你头先同我打咁耐，就只系为咗俾机会我完成我嘅作品？细声啲，讲出嚟咪斩令你更加难堪。睇下，嗱，陨石魔龙将喺杀手孔雀度攞到嘅旋转力，一次过释放晒出嚟啊！原来系咁，龙牙一直等紧呢个机会啊！冇可能。我冇理由会输俾你噶。其实你只不过是一只笼中鸟嚟啫，以为有人俾啲特别饲料，你就当自己好巴闭，仲妄想可以打赢龙王，真系笑死我！我凭自己战胜可怕嘅黑暗力量，先至可以成功将传说嘅陀螺陨石魔龙嘅潜藏力量发挥到极限。你呢就系用自己嘅生命换翻嚟嘅真正王者力量。龙王。你不需要咁难过啊，杰克！你头先嘅表现真系相当出色，全靠你我先攞到陨石魔龙嘅数据。嗯？咪以为我得呢个程度？啊！终有一日，我一定会同你嚟个了断。咁样都几得意啊！银河，下一局对战，如果你输咗俾呢啲科学实验品，我绝对唔会放过你。两队而家1-1平手，冠军究竟属于边队，就要留翻第三局截止啦。